自己会去处理什么事情？现在还没上任。你第一期会先会先那个吗？真的会先？像这种重大政策会在跟内阁大家共同再讨论一下吧。哦，所以要等正式接任。然后大家一起讨论之后，再跟省委报告。高雄市长的部分会支持刘世芳吗？我在台南市长的时候就已经公开讲过了，台南市下一任的市长由谁来担任，这由城市的主人，我们台南市民来决定，谁来服务他们。在这样理念之下，其他城市的初选我都会尊重，不会去影响。好，市长，我们之前有公开说那个特色发展的想法，那个以后再谈好吗？哦。